宣狗方寸与天宫野外。宣狗原本在化生寺帮人关 PK， 怎料天宫登哥过来扬善除恶，登哥也是靠拖回合攒够了灵元，直接开启了天雷模式。一顿乱轰加力劈暴毙之后，宣狗的血量也是岌岌可危。这回合宣狗战略失误，没吃药竟分身躲进去，这还是我爸死了吗？一顿天雷将其带走。我他妈的个大高八。随后宣狗约登哥野外见，互相破了变身也算是公平。视频较长，我也做了快进处理，大家就凑合看吧。怕他拖回合数次。妈的，神了！哎，你能想得清吗？他居然能神！又神了！我的个天！我操！再审他两次，我他妈就走了。妈的！哎，你废话真多，你打你的不行了吗？他妈的，有本事先把我杀死，对吧？出那么多废话，你自己说你话多不多？一比一，对吧？他妈的，搞得这么他激动，你搞得好像就你赢了似的。他要拉虚弥你信吗？我操，他妈猜得真准，我他妈就说你要拉虚弥，我他妈就说你要拉虚弥。哎，你小兄弟，你他妈一蹲下来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。千多神佑，又神，神两次了。
的每个须弥他妈都能神，哎，我的也神了，我操，舒服。我他妈还以为我宝宝他妈不会神，大哥们啊，我他妈都开始有点动摇了。你又神，我他妈的 DJ 的。抗风。我不想电，电一下他妈早飞了。大力倒是能劈死他，关键的是你出大力他就打雷了呀，大哥，你出大力有啥用啊？ PK 来到第36回合，事情发生了转机，轩狗一直不敢拉灵刃，就是怕对面打雷亲宝宝。哎呦我操，兄弟再见！哎呦我操，兄弟再见！让你体验一下被爆3万的快感。